就在这，但是这个其实差很多了。那我们再来看看，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啊、这个 mouse 大概是长什么样子哈、啊。好，那一共这样一共有八个星球标准，八个星球标准。好，因为八个 single value， 所以我们还要看看它的。假如说你用 EI 来 identify 它的 y 变成一个八百八，那 b 就是啊、这是八百一 ，c 就是一百八，那 d 就是0.0055，但是这个真正的值是零啊。所以，我别忘了哦，这个是一点 noise 都没有，因为我是用 simulation 这台去做。那就是因为它有 leakage， 所以呢，它不是真正刚才 exactly 一样。leakage 就变成一个，也是一个问题。好，那这个880的 A B C D 啊，那么到底哪一个 mod 是比较准，哪一个 mod 比较不准呢？那我们也教各位教过了啊。那么我们就可以来看看它的这个啊那个什么那个 Mac iMac OMac TMac， 我们看看它的 Mac， 看看它是多少，差多少。本来是50/50变成880，那现在这个我们再来看看它是 Multicornet， 在 Multicornet 这些都是 Compress， 你看到吗？好，那你们其实已经也做过很多这个 homework 啊，那你 iMac、KeyMac 什么 Mac 都可以看的哈、啊。好，你来看看啊。好，那我们来看看算算看看的这个啊 ，OMac， 那 OMac 这个都教过你们了哈、啊，现在你们都会了哈、啊，80/50，那这个 Motorola。好，那个啊 ，input coherence， 第一个跟第二个是一，第三个、第四个是0.9900，第 input map 5678都是0.9859，看起来好像都 mod 都对啊。这个 input 啊 ，input 这个 input 是850啊，看到哈。好，那我们再来看 OMAC， 这个你们都会的哈，我就讲快一点。好，可是这里你看到 OMAC 啊，第一个、第二为什么是同样的？因为是看第一个是 compress， eigenvalue 是 compress number， 第二个是它的 conjugate， 所以第一个、第二个的 OMAC 是一样的，第三个、第四个就是很低的。你看第三个、第四个0.2，第五、第六0.1。第七、第八是0.1，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出来啊，它其实这个 system 可能只有一个 mod， 那就是一二，因为每个 mod 有两个 eigenvalue， 一个 eigenvalue 加上它的 conjugate， 所以刚好两个 mod， 每个 mod 是两个 eigenvalue， 因为它们互相是一组出来，所以刚好是0.9999，这个就是。好，在这里就需要各位看了哈，你看我是从 FIF 解出它的 post response， 它的 system model parameter， 从那个 system model parameter 呢，那我就解出它的啊 TMAC 还有 MSV， 这个 MSV 也跟各位教了，所以你只要看 TMAC 的时候，你会看出说，第一个是0.999，第二个是0.2322，第三个是0.1447，第四个0.155，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就会看出来，那么第一个可能是 mod， 第二个 第二、第三、第四这些以下三个可能都不是你的 system 的里面的 mod， 你只要看 system 那个 mod 的来源的时候，也是第一个最大，其他都是很小。好，那我假如说我 make 一个 conclusion， 结论是说好，只有第一个是我的 mod， 这个系统只有一个 mod。就是第一个 eigenvalue， 第一个是 eigenvalue。假如我是这样做的话呢，那么我的 reduced A B C 就是这样，长成这样子。你看到，这是我的 reduced A B C。
那第一个哈，你要注意第一个，这个 A 啊 ，A 跟 A， 我是它本来是那个它一组的 eigenvalue 啊 conjugate， 那我就把它 real 写在这个 diagonal 那里，所以 real 0.5376 0.5376是 real， 那 complex 部分就写在那个 off diagonal 0.8372负0.8387嘛，这个就是把它写成一个。complex 我把它变化变成 real 的那个 eigenvalue 啊，那 real 的那个 A matrix 就是二百二，所以我说我 claim 说二百二，那么这个就是我的系统。好，我们来比较一下，这是 FIF 算出来 post response， 这个是 reduced model 算出来 post response， 是几乎一样的啊。好，我们有几个步骤都算给各位看啊。input output 来的时候，我先把它算出 DFT of input， DFT of output， 那 DFR DFT， 好，我们这个步骤啊，这里就有一个简单的步骤啊。简单的步骤就是，那你在里面写出简单的步骤。好，那到这里为止了。现在到这里为止，我先给你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什么？我有 U 或者 Y， 对不对？这是基米。好，那我 compute 什么呢？我 compute DFT U 还有 DFT Y。然后我 compute 的这个 FIF 就是等于这个是 single input single output 的哈，好，那再来呢，我这 就是等于 false response， 对吧？反正我 ID 用这个用 EIA， 对吧？这些步骤，对吧？好，我的这个步骤就这样子哈。A U 跟 Y， 啊，我算是这样，U Y， 然后 D F D 我先算是这样，这个 single input single output， 那 D F D input 是 F I L 就是 force response， 那求force response 呢就是 apply 这个 E I 就 identify A B C D， 对吧？就这样子，然后这里呢再来呢，我就算这个。T-MAC 来 identify， 好，那我用 T-MAC 来 reduce 它的 identify model， 对吧？从本来880的，我 reduce 变成220嘛，220嘛，对吧？好，所以这些步骤了啊。那你去比较 OKID 就没有这些嘛，啊，没有这些，那直接就是算是 post response， 用都不用这个，不用这个，因为这个呢，这个是 complex， 这是 complex。这个是 complex， 好，我们从 real 变 complex 再变 real， 然后再用这样子。那事实上，所有物理系统都是 real 的，没有一个什么 complex 的。complex 并不代表一个物理系统，所以这些都是 real。但是它经过一个 complex 的转换，
好，从这里到这里转换，我们讲的这个一定要有周期性的啊，那个 signal 或者周期是针对它的长度的那个周期性。啊，那就是因为这样，所有的不管你即使真正理论的 data， 然后刚刚这个就是理论的 data， 不管怎么样，你即使给你理论的 data。那么你还是多多少少有些理解。理论 data 因为你 y 啊，其实是不会等于零的，它要从无限大才会等于零。你的 system 有 damping， 那你 damping 你 zero 也是要无限大它才会等于零，否则它还是有点值。这个小小的值，其实可能是十的负三次方或四次方或五次方，它都会造成一部一小小的 leakage。因为这个小小的 leakage 的关系呢，所以你的 cost response 就不是很完美。因为你 cost response 不是很完美，所以你 ABCD identify 出来也不是很完美，明白吗？但是已经够完美的了。从工程的那个方面来看，已经够完美，因为所有的 data 没有所谓的理论的 data， 因为这个理论 data 是不可求。那代表说你的 sensor 要有无限好的这个什么无限好的啊、那个没有杂质的啊，事实上没有这个，所以你即使这样做，因为有那些杂质，那么这个 leakage 可能比杂质小，哎，那就可以了，比杂质所影响到你的ID 的那个小就可以了。好，再来我们就要讲到那个叫做 Averaging Spectral Density， 这个其实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前面那个 slide 其实是像的啊。那我们现在就把它另外一个解释叫做 Expected Value of Spectral Density。 什么叫做 Expected Value？ 这个是在那个统计学上有个定义，那 expect value 一般来讲就是它的平均值。那么我们已经讲过了哈 ，expect value of 那个 squid， 我们看到这个 squid 就是在 frequency domain 啊，这个 squid 是 frequency domain。好 ，y 的 mu k， y 的 star mu k。